哟吼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决定回正语学院复读啦。嗯，你，哎呀，妈，你想想嘛，我去那边的上帝不熟的，你们也会担心我，对不对，妈？我知道以前是我自己闹得不可开交，要去英国念书，你们肯定觉得我很胡闹，但我真的就是走不了了吗？走不了了。 好了，妈本来也舍不得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念书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真的？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这关过了，你爸那怎么办？只要你同意了，我爸那就好办了。行，静怡，哎，妈呢？啊，你姐突然病了，在医院呢，你爸到医院陪你姐去了。我姐她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听说是急性肠胃炎。 万一两天的点滴观察一下就可以出院了，啊，来，先回屋。哦，你这个小丫头，怎么想一出是一出。你想怎么跟你爸交代？我不管，我要吃饭。真的吗？已经打入半决赛了。太好了，我没事，只是肠胃炎犯了。嗯，等一会儿就能参加决赛了。 参加什么决赛？参加什么决赛？一副，身体不舒服不报告，硬着头皮上场。你要害死整个队伍吗？队长怎么倒的？一副，这场比赛很重要，所以我必须参加。就凭你现在的身体，上场能赢吗？你是对自己的队友没信心，还是对自己太过自负？阵雨击剑队不是你逞英雄的地方。你带队失职，队长由银心暂代，身体还没有痊愈之前，击剑场没有你的位置。哎，校长，无双太气势。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还得谢谢你。 帮我阻止了这场比赛，否则啊，这姑娘不知道会逞强到什么程度。以前发生过同样的状况，脚崴到了不说，差点伤了韧带。无双对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他不允许自己放弃，才会这样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他要求高，但得顾全大局啊。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，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？帮我盯着他。 要他以后别逞强。好，我知道。我再一次提醒你们，身体呢是运动员最大的资本，千万不要为了一场比赛而毁了自己的人生。我回去让你阿姨煮一些粥，肠胃炎不能乱吃东西。 扶住我！下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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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崩了！下路崩了！下路崩了！哎，冷怎么？你还吊什么舞呢？大哥，快让来！啊！输了！啊！输了！我还没认真打呢，怎么就……不是，邵逸鸿出国了，你的心也被带出国了是吧？啊！爱情都是短暂的，好吗？ 他留下来了，留下来了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啊，被你的啪啪啪啪啪给感动了呗。嗯，他是感动了，可是他要留下来的原因呢，是他要决心感动当二豪。对不起啊。 合着你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失败者，对吧？这要是换成别人就算了。欧元哥，哎，哥们，洗洗睡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是这样的，
你看我这拳王吧，我都能打败猛虎，可是我没想到这次对手是超人。哎，对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大家来到的是超人对抗拳王的比赛现场，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双方的战局。拳王能够打败超人的几率是0%，超人能够打败拳王的几率是100%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采访一下战败者的感言。我这个战败者的感言就是，我决定了把我妹介绍给超人认识，既然打不赢他呢，那我就跟他成为一家人，没准以后还能听他叫一声舅哥，是不是挺爽的？那个舅哥，舅哥，我错了，舅哥，是吧？来，拿着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不过啊，我觉得，你可以换一下目标和方向，不是吗？无双不是刚好是闪电的粉丝吗？忘了跟你说了，这无双师姐啊，是尔豪喜欢的人。不是，是不是就你们几个人在这爱来爱去的呀？那个，那就现在就是一条死路呗。才知道。哼，让哥们儿我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冷子峰，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。又两条路？第一条路，欧元哥现在特别爱着无双师姐，你趁机把怡红搞定，简称和超人抢女人。另一条呢？另一条路，顺其自然，悄悄摸摸把无双姐拿下，简称抢超人的女人。你疯了吗？这不是劈腿吗？大哥，我没有真的让你跟无双在一块儿。你想啊，你这样做是不是给欧元哥一点危机感，一点紧迫感呢？他就会全心全意把心思放到无双师姐身上。这个时候，怡红一个人孤单寂寞可怜，不得有个人，嘿，来安慰一下他的小心肝吗？啊，嘿。你记住了，没有问题了。保持镇定，来了，我给你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查了怡红租房子住的那片，你知道有什么新闻吗？啊，有几个留学生被绑架了，还有人被囚禁了。你看啊！哎，好了，不看不看，我知道这些新闻。但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当时我就反对他去英国念什么建筑，你呢？你跟无双两个唱双簧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妥协呢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依依一个人在英国，我不放心呢。怎么办？你整理整理行李，买张机票去陪他吧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我人老珠黄，住在危险的地方就不用担心是不是啊？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那当时依依要出国念书，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，我已经够烦的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打电话给他，如果你能说服他，就让他回来镇宇学校复读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如果我说服了依依留下，你可不许反对。我干嘛反对？过去双手双脚赞成。Hello， 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复读，好加油的，爸也
年级出司马南桌。耶！耶耶！耶！哎，一红，你没有上飞机啊？嘿嘿，我放心不下，我姐啊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你一定累了吧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你明天还要训练呢啊！我，哎呀，你就回去吧，放心放心，这就要我了。啊，好，嗯，拜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都跟着担心了。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肯定饿了吧？我给你煮了白粥。哈，嗯。机票改签了，改到什么时候？等我好了，开车去送你。嗯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决定留下来了。哦，那你留下来，好吧，这样也好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亲自看着尔豪，尔豪啊就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啦。姐，你说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，对吗？当然了。哦，那就算尔豪喜欢你也是吗？尔豪？你说尔豪喜欢我？嗯。所以那天脉动杯，你是替他加油？对啊，当时全场都在替你加油，所以我就……好。你生气啦？我就是不喜欢你替别人加油。你放我下来，这场比赛赢了。这里的气氛就是到了音乐，我再放你下来。放我下来！你不要再逞强了。让大家看见会误会的。我会更好，我就不用解释了。依依，嗯，对不起啊。你喜欢尔豪吗？怎么可能啊！我喜欢的男人只有一个，你知道啊，那就是索隆。哎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姐！我一直都在想。要是你也喜欢尔豪，那怎么办啊？要是我们俩喜欢同一个人，这也太尴尬了。嘿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呀？我接下来呢，就打算直接回振宇学院复读。我要让尔豪看到我的努力，我要让他知道我为了他是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的。光想着我要回去复读，我就有点期待呢。好吧。那我支持你，但是我还得提醒你啊，嗯，下个礼拜一你可能会过得很痛苦。嗯，为了新加入的同学说明一次，击剑队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考评，一军和二军分别进行循环赛和体能测试，一军总成绩的最后一名将会降格到二军，而二军的第一名将会上升到一军，所以无论是一军还是二军，都要努力地提升自己，才能在队伍中有一席之地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解散，各自准备。姐，嗯，怎么了？为什么我一回来就遇到这种考评啊？嗯，要好好练才行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没事了，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。你刚刚恢复训练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怎么了？就算想升上一军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今天不行，还有下一次吗？这还没比呢，谁说我一定会输？我还觉得这是一次可以让尔豪对我刮目相看的机会呢。嗯，那倒也是。既然你这么有志气，姐就支持你，加油。嗯，加油。
走了，快去练习。今天要全部擦完才可以走，全部。加油，擦干净一点啊。嗨。这回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诚实英雄泪满襟啊！一下子就现出原形了。哎，这些事儿我都经常干，我来帮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吧？男配二军的吊车尾先生。哎，你说这个我就不服了，我各项体能测试都是 A 加，本来靠这个以为还能提高点排名什么的。这可是击剑队，当然要看比赛成绩了。那你去田径队好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有空帮一红擦剑，不如锻炼自己。操场十圈。哇，欧元哥，三秒之内不消失三十圈。三二来，给我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哎，身为队长我必须公正无私，但你是我妹，可以利用我的私人时间去帮自己妹妹的忙。如果你只是舍不得离开家，其实你不用进阵雨受罪。我是为了你留下来的，二号，我喜欢你。你让我想清楚。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的目标就是你。昨天我知道你喜欢我姐的时候，我很惊讶，也很难受。我就仔细回想了你跟我姐在一起的时光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击剑的话，我也可以学。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决心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昨天那样了吧？你不用为了我勉强你自己。不，你知道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可以为他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，比如说击剑，也可以为他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，就像是学做饭。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力量。只是我现在又是全队垫底的，对不起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觉得你很勇敢啊，但我一直把你当成是妹妹。我喜欢的人是无双。击剑队可不是一个让你谈恋爱的地方。如果你是因为我，而不是为了荣誉留下来，那我希望你能退出。这样的考试成绩真是让我太丢脸了。一个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一个是我亲手挑选出来的奖学金得主，两个人的考评居然是二军的最后一名。镇宇击剑队的招牌全都给他们俩给砸了。依依，
很久不练剑了，他刚一复学就参加月中考评，成绩自然不会太突出。还有冷子峰，他也是刚刚开始接触击剑，在技术上还不够纯熟，但是在体能和速度上表现的还都挺好的。所以你是对他们俩有信心？子峰是新手，我可以给他时间。可依依，他如果下个月的月中考评没有提升的话，就让他退学重考吧。我不能让他坏了学校的规矩啊。说，一红，他好不容易决定休学，去英国学设计了。我本来还挺高兴的，我们队伍的实力就可以大幅度的上升了。嗯，没想到他居然复读，这下子我们队伍的实力又要下降了。不服气啊？你让你爸也开间学校啊？奥商学院啊，怎么也没想到。居然会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就是啊。哎，这回咱们女配队又要变成儿童训练班了。是啊。就你没资格说，咱们整个配件队啊，我觉得最应该感谢一红的人就是你了。我干嘛感谢他呀？哎，你动脑筋想一想，要不是一红回来复读，你能摆脱那万年垫底的位置吗？对耶，有了他这个万年洗脚臂，以后再忙的苦差活也有人做了，是不是？对耶。行，走了吧，回宿舍了。走吧。师姐，我们刚才都是开玩笑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对对，开玩笑的。基本队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还准备搬完器材去帮一恒擦剑呢，啊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擦剑去。不必了。二军垫底负责擦剑，这是规矩，也是他应该做的功课。什么表情啊？你们一个个说的不都挺好的吗？啊？击剑队是一个大家庭，大家要做的是互帮互助，而不是在这里像你们这样冷嘲热讽、说三道四的。绕场十圈，立刻！十圈，再不去就是二十圈。怎么了？无双，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依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阻止大家在背后窃窃私语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依依的成绩，让我和姨父的立场都很为难。要是他坚持留下来，只会让自己更痛苦，更为难你们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应该劝他离开振宇学院的。我觉得你还是找他谈一谈吧。我不能这么做，这是依依的人生，我没有权利替他做决定。但是你说的对，他现在应该很需要一个能商量事情的对象，我要去找他谈谈。
我们俩这么大了，从来没喝过酒。好说话。来吧，来。师姐，别舔这张脸，快喝一杯，喝一杯嘛，喝一杯。清醒了吗，赵一红？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爹，不许哭。是你信誓旦旦的说要留下来努力，现在24个小时都不到，你就是用这样的行为来兑现你的承诺吗？可是是尔豪说的呀，我留在机械队，我就只是个包袱。他说我在机械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天赋，所以呢，你就决定放弃了。不想成为包袱，你就应该加倍努力，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醉生梦死、自暴自弃，你懂不懂？你知道姨父为了你们俩承受了多大的压力？我说赵一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？你知道大家在背后都是怎么说你的？我管他们怎么说我的，我就是知道他们怎么说我的。我就是怕他们觉得我留在机械队给你们留下了画饼。所以你就按照大家的想法去做，那为什么不能想着好好练习，升上一军，努力打所有人的脸？赵一红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拼命练习，往死里练，让尔豪对我刮目相看，让尔豪喜欢我。尔豪，是啊，尔豪喜欢的人就是你啊。你现在就是我跟尔豪之间根本跨不过去的那座山。你觉得我能打赢你吗？啊？我控制不了别人的想法，但是我不喜欢尔豪。是吗？自从尔豪回来以后，你们就像双胞胎一样，一会儿你们俩一起听听耳机，一会儿你们俩要系个鞋带儿。你知道别人都觉得你们俩才是一对儿，我算什么？我就是个多余的。你说白了，你不就是默许尔豪喜欢你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就像个小偷，你现在是偷走了我的家人，又像个强盗一样抢走了尔豪。你就跟大家说，对，我是赵一红的姐姐，我表面上对她特别好，但是你跟他们都一样，都嫌弃我，是不是？都觉得我特别愚蠢。就因为你是我姐，我爸是赵振宇，我就必须是机械队最厉害的那个，我必须无所不能，是不是？我做不到，我就是这么无能，我就是不行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去英国读书，你们都不要再看见我就可以了，我走就行了，我走。不要这样，一红，一红，师姐，他喝多了，他的话别往心里去，我来照顾他。谁喝多了？谁喝多了？清醒点。他交给你了，师姐。怎么了？继续问呗！啊，被我猜中了啊！继续啊！哎，你先坐。我猜中了。行，你坐，一虎。都被我猜中了，对吧？你就是心虚了，你心虚了，心虚了。老板，再来两瓶酒。你喝多了？我没喝多。爽了吗？明天你可别后悔，知道不？啊？我才不后悔呢。攻击的这么猛烈，你是有烦心事吗？没有啊。那就是你进步了，果然有了尔豪这个私人教练就是不一样。
谁说二豪是我的私人教练啊？大家都是同学，互相切磋而已。你们要是想进步，也可以去找二豪练习啊。你少来了啦！你那天晕倒，二豪那担心的口气，妥妥的霸道总裁。你知道吗？他把你公主抱抱出现场，现场所有的人心都酥了。你呀，就坦白从宽。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俩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俩呀，一定是还处于前三个月不能说的状态，对吧？到底要我说什么你才肯相信啊？我保证啊，我们俩绝对没有交往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仅代表所有的队员衷心的祝福你们。无双，你在这里啊？吃饭了没有？我不饿。才刚出院，不按时吃饭，又生病了。哎呦，这小脚打得可真结实啊！柔柔，不痛啊？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你脸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哎呦，不是，我先走了。是在生我的气吗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不是你的错，都怪我。是我给了所有人错觉，让大家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误会我和你在一起。我不在意啊。可是我在意。依依说的对。都怪我一直默许你喜欢我，才让那么多人都误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希望我们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醒了，这哪儿啊？啊，你昨晚呀，喝得东倒西歪的，是冷子峰把你送回来的。哎呦，头好痛！哎呦，头好痛啊！哎呦，来，该头痛。你知不知道你昨天跟你姐说了什么？冷子峰告的密，是你自己大嘴巴巴拉巴拉都说出来了。你姐她多脆弱，多敏感，你怎么能跟她说那种话呢？啊？妈，我想继续回英国读书了。哎，你又要逃啊？你这个丫头，冉冉去英国念书的是你。哦，到了机场说要回振宇学院复读，又是你吧？这才几天呢，啊，你又说要回去念书，我怎么跟你爸开口？哎呀，我继续留在击剑队不是垫底就是拖后腿。你怎么抗压性那么差呢？我抗压性就一点都不差，我就是基因差。你跟我爸的运动细胞，我一点儿都没继承到。基因差，那是我对不起你啊！我给你生的好手好脚好脸蛋，你有感谢过我吗？啊，你外公是农户，我也不是农夫啊。还有你无双表姐，刚开始来家的时候，她一点儿都不懂击剑，人家也没有你爸的基因啊。你不努力，就爽快的承认，不要给自己的失败再找理由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努力，
别人都不努力，你比别人都努力是吧？二豪和无双是怎么拼命的？别人跑十圈，他们跑二十圈；别人练十套，他们练二十套。他们的努力从来不是为了什么，他们只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做得更多。一个优秀的运动员，永远不会把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挂在嘴边，永远告诉自己，我还有什么要做得更努力。就你这个儿戏的样子，也怪不得二号。就连我生你的，我都想把你装回肚子里去。难怪人家二号喜欢无双。看什么？是你自己酒后跟我说的。你知道就知道嘛，干嘛在我伤口上撒盐？行了，你就庆幸你爸在出差吧。要是你爸听见你酒后这些风言风语，他就一掌劈了你。好了，我去给你热点饭菜。你要好好跟你姐姐道歉。自从无双进了这个家，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是我和你爸都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。我知道了，我就算去下跪，我也会求她原谅我的。哦。手抓紧啊，再来。这个不错，来。腿打开。好。师姐，师姐，你说一红会不会留下来？我不希望他留下来。你还生他气呢？我自己的妹妹，我还不了解吗？估计那丫头现在也在后悔呢。哎，练剑很辛苦的，你皮糙肉厚的不怕，依依可就不一样了。要是没有决心，她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。倒是你，如果再融入不了队伍的话，不，我真的什么方法都用尽了。你知道我的，我天天帮师哥跑腿、擦剑、整理剑馆的，每天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回去，是吧？那这个办法不行，就再想想别的办法呗。那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呀？你偷懒是不是？我哪有偷懒？我赶紧练，一边练一边想。我练什么呀？十个弓步长刺，快快快！刚才不是练过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晚到了。我刚才在操场上跑了二十圈，姐。姐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我昨天一定是被外星人给附体了，我才说了那么无知的话。别闹了，赶紧起来。不，姐，你就让我跪着把话说完吧。今天早上我酒醒以后，我就恨不得把我自己给抽死。对不起这三个字已经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歉意了。今天早上我一早就去操场跑圈，姐，你知道的，我跑五圈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能跑二十圈，是带着对你的愧疚跑完的。我希望你能够真心接受我的道歉。你看看，人家都跑二十圈了，这个诚意，真是没谁了。姐，能原谅我？哎，再不起来我就不原谅你了啊！你原谅我了？别废话，快起来！不是我不起来，我腿软起不来啊！来来来，我来扶你，我来扶你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起来起来起来！我扶你起来啊！哎呀！好好好，当心点，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啊！真的原谅我了。傻瓜，走。
没想好怎么面对尔豪，